奖类最佳专辑制作人奖。现在的我站在这里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觉得主办方非常故意，但是我还是很荣幸能够跟那么多优秀的音乐人一起角逐这个奖项。我想说的就是，我觉得音乐制作人就像一个餐厅的主厨，他不单单要把自己的菜色做好，他也要顾虑到各种各样的客人的口味，从最小的细节到最大的格局都要掌握好。所以我想对所有的音乐大主厨们说声，你们辛苦了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一起来颁发这个奖。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入围的有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许哲佩、王希文，摇摆电力公司。林俊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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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？我已经手软了。我来吧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这个任务有点困难，有点难打开这个信封。我能够邀请一个好朋友吗？另外一个 JJ 来帮我打开这个信封，借他的手指用一下。焦哥可以吗？焦哥在哪里？焦哥有在后台吗？黄子佼没有啊？不在吗？有吗？哎，他冲过来了。他听见我使唤他了。不要了，我在呼叫他。哇，我正在翘着二郎腿穿着拖鞋纳凉呢，衣服只换了一半，你一定要出这种怪招吗？对啊，我真的你帮我如果真的不是你，你也不要太在意 ，OK？ 哦，起码你看到一个主持人的日常啊，值得了，值得了。每一位都很优秀，恭喜！只有一个人能得奖，东未了，林伟哲。